首度亮相，朴宝剑一身帅气西装，依旧自带男神气场，和女神秀智以及申东烨主持韩国百想艺术大赏，但红毯走着走着却发生小插曲。申东烨一不小心踩到秀智的长裙，幸好及时把脚收回，而红毯上依旧星光熠熠。少女时代成员允儿化身气质女神登场，徐玄则是选择低胸礼服，难得小露性感。上届事后经素颜黑色紧身礼服展现曼妙身材，百想红毯走黑白风格，欧巴也精心打扮。一身黑色麂皮西装的任时婉，以及黑白搭配的丁海寅，宛如贵族王子。视帝呼声最高的李俊昊，果然众望所归。오쏨의불고끝동우승을축하드립니다이상을너무받고싶었는데요수상소감을준비해야하는가에대해서많이생각을했었습니다왜냐면제가바라는꿈과현실이다를수있으니까요击败《鱿鱼游戏》影帝李正宰的李俊昊和新科视后金泰梨又双双获得最佳人气奖，创下百想历届以来的纪录。어떻게제가요그절대절대안받아도된다고생각하고있고그받을거라고도생각을안했는데너무고생하셨고너무감사하고众星云集的颁奖典礼，除了获奖明星受到瞩目，颁奖嘉宾包括了长腿欧巴金宇彬和李光洙，以及脸蛋天才车银优都帅气亮相，也替整场典礼增添更多欣慰。华视新闻林依婷、洪熙玉台北报道。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